喂，你好。喂，这是某天宇的长城酒店吗？是的。我要租的双人房，它必须包括沙发和水电费。您要双人床还是两个单人床？我想两个单人床，附近有民宿吗？是的，长城就在这附近。你的房间号是160，房费是3000人民币，包括。你要付现金还是刷卡？刷卡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